那另一头那个春季大反攻讲了好久，什么时候啊？泽伦斯基解释一下，他说不能现在行动，因为现在行动我们会死很多人，所以需要更多的时间才可以发动反攻。部队欠缺一些东西，好，是指这个东西吗？包括西方早前承诺的装甲车等等哦。另外还有一个讯息，我们都在一起看，还蛮有意思的。本来不是这个送了很多海马斯给这个基辅吗？基辅一度被认为是战争规则的改造者，很厉害。但是 CNN 自己报道说，这个海马斯歪掉了，俄军采取的有效电子干扰让海马斯呢无法准确命中。其中的 CNN 说，有一名乌克兰军人说，去年11月开始，海马斯准头越来越差，常常错过目标。哈，亮哥怎么看？这个长城导弹还要看它提供几枚呢？提供几枚啊？对啊，搞不好只有十枚啊，那有什么用啊？哦，因为我们讲坦克好了，坦克本来说要帮乌克兰装备10个旅，嗯，对，那大概要900辆，嗯，结果到目前到位只有230辆，嗯，这个就是西方惯有的作为嘛，这个雷声大雨点小，对啊，所以装甲车如果是要做大规模反攻，至少要有1000辆嘛，嗯，哦，因为目前听到的攻击的地方应该是在扎波罗热那一带，嗯。那这个，我觉得他迟迟不敢动哦，就是因为不只是装备有问题了，连那个士兵的动员，他大概只准备了7万多人，嗯，7万多人怎么反攻啊？嗯，俄罗斯已经又弄了30万人了，你怎么弄啊？嗯，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态度了，嗯，因为美国那个样子好像，因为这个众议院已经摆明了嘛，要逐案审查援乌预算嘛，对不对啊？这个 Peskov， 你这个克宫的发言人，他最近还讲了另外一段话，嗯，就是因为我们有听到普丁在那个胜利日的游行啊，讲了一些和平的讯息了，嗯，说俄罗斯东方西方都要交朋友这样啊。可是 Peskov 立刻就补了一句话，他说啊，英国至今仍然在用贫铀弹攻击顿内茨克，所以俄罗斯应该要争取更大的缓冲空间，顿内茨克才不会被攻击。嗯，那这样不就意味还在打吗？对，因为所谓的更大的缓冲空间，就是说我顿巴斯要打出去嘛，然后我那个顿内茨克啦，还有卢甘斯克才不会被打到啊。就是这个意思。那我问一下亮哥，如果乌克兰拿到了这些长城这个导弹，乌克兰会怎么做？我觉得他不敢打俄罗斯了，这个应该是美国已经讲好的了，嗯。那这个当然也，我不认为英国敢这个在没有跟美国打招呼的情况之下就给乌克兰武器了。所以布林肯非常快的速度就讲到这个事情，对不对？一定是讲好的啦，就是他还是有两手啦，那只是说要给到什么程度啦。事实上之前那个英国给的那个飞弹也是最好的，到目前为止事实上给乌克兰的武器里面英国是给最好的啦，包括那个短程的导弹也是最好的，他还给平铀弹，平铀弹，对啊，都给啊，我不这么打顿内茨克就是海马斯本来也认为很好啊，现在歪掉了，打歪了。我觉得那个也有训练的问题了，因为是谁来操作的问题了，因为海马斯是一套体系的，它并不是连那个爱国者飞弹也一样，它是一套体系的，它并不是说简单训练你几个人就可以操作，所以我觉得未来，我觉得美国会逐渐就是看中国大陆跟他推的状况，然后再来决定这个战争要怎么走了。我认为目前所有的因素都对俄罗斯有利，因为他财政至少可以撑一年，然后他的军备事实上他有很多武器根本还没有用到了。哎，亮哥讲到财政，我们来看一下跟钱有关的。瑞士政府最近说，俄罗斯央行位于这个瑞士的储备跟资产83亿美元，折合台币多少？2554亿哦，已经被冻结。冻结，然后呢，欧盟正在讨论是不是要用于重建乌克兰，所以呢，瑞士官员就开始天人交战，因为这违反瑞士的法律。然后呢，5月10号，你看到美国司法部长说，第一
次把没收俄罗斯的资产转交给乌克兰使用，已经没收这么久了，光是利息都不算。这两件事不一样。对啊，对啊，不一样。因为一个是央行资产，一个是个人资产。对。那美国那个是个人资产，所以他这个也是违反法律了。是啊。可是央行资产，如果瑞士胆敢把它转给乌克兰，我认为形同对俄罗斯宣战。形同宣战。对。因为国家的钱，对，那是国家的钱，不是国家的钱，俄罗斯老百姓的钱啊、哦，对，央行这个不止违反国际法，是非常严重的行为。嗯，那这个个人寡头被没收，他应该要完成一个法律程序了、嗯，就是说美国应该先充公啦，嗯，然后美国再另编预算来资助乌克兰啦，嗯，这样才比较完成法律程序。可是美国连这个动作都懒得做了，对，直接给乌克兰，因为编预算要国会编。所以拜登就是不愿意走那一趟，共和党的问题，对，他就直接就给他挪给这个乌克兰，这个事实上也是很严重的违法行为了。对，可是美国就是硬干的，可是这个就是让那个拥有美元海外资产的人未来更提心吊胆嘛。嗯，因为这个会破了第一个例子了。对啊，所以美国已经业力引爆了嘛，哈，我们看到这个最近很多事情。当然，这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态度很强硬，这是出于政治动机的公然抢劫。美国通过非法阴谋和没收不受其青睐的外国公民的财产，所以大家觉得美元美债不安全。好，汤老师，你看另外一头也很好玩哈，大家这个你抓我，我抓你。那俄罗斯的侦查委员会啊，最近不是西方国家给普丁发出了逮捕令吗？那俄罗斯说那些谁谁谁发逮捕令的国际刑事法官们，我要通缉你，互相报复。还有打太久，欧洲真的是受够了，包括法国，很多国家都开始有一点点不要再跟着美国走。西班牙首相马上要访美，12号要访美，要跟拜登会谈。这个新闻中已经曝光了，到时候他会讲什么？他要敦促美国在俄乌的冲突上更加重视中国、巴西等非北约成员的看法。在一个多月前他就讲嘛，世界必须要倾听中国的声音，找到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法哦。所以汤老师你怎么看哈？都还没有真正见面就丢出这个讯息，拜登会开心吗？当然这个就是触拜登的眉头了、啊、我要先讲一下这个英国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英国跟美国啊，他们是有所谓的 special relationship，就是特殊关系，这个从二战以后就开始了。对，因为二战美国要找一个在欧洲的代理人，那英国要找一个靠山，两个一拍即合，而且语文文化又没有什么障碍。你说你去在欧洲大陆要找这种国家很难找啊，那所以说英国跟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你刚刚讲了说这个飞弹的这个问题上面啊，根本就是英国当美国的小弟。他替美国，哎，对，是因为美国不方便，所以说，这个布林肯才会讲了，说，哎，你看这个，英国的这个做法是有必要的。